当地时间5月2号，英国威廉王子与凯特王妃的小女儿夏洛特公主迎来了自己的2岁生日。就在生日的前一天，英国王室发布了夏洛特公主的新照片。这张照片拍摄于威廉王子、凯特王妃以及两个孩子乔治小王子和夏洛特公主的家中。照片中，夏洛特穿着黄色的羊毛衫，萌萌的小脸看上去十分可爱。当天，肯辛顿宫发表声明，对所有向夏洛特公主发来祝福的人们表示感谢，希望每个人都能像他们一样喜欢公主的新照片。